大家好，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。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呢，是想跟他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摇滚宝宝，然后他呢是叫我们的 Electro Kids，他的名字呢是叫 Tor， 可以他看到他的头发非常的特殊，是由双色组成，一个蓝色一个紫色。然后我觉得如果是打开了之后呢，他会随着音乐去跳舞，然后他的头发呢也会前后的摆动。在之前的频道当中呢，是给大家带来过一款同样系列的一个宝宝，这个摇滚宝宝的一个视频。然后上一次呢是一个金色的宝宝，然后这一次呢是一个黑色的宝宝，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。在里面呢是需要我们放上电池，它是有一个这样电动声控的一个装置，会随着我们说话，然后它去跳舞，也会随着你唱歌，适合于我们6岁以上的小朋友。里面呢会附赠一个替代的一个电池，然后它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兄弟姐妹，在背面可以看到它有5个额外的同样系列的这种摇滚宝宝，然后你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一个喜爱的这个摇滚宝宝呢去收集起来，然后让它呢是有非常多的一个摇滚宝宝能够在你家里。我们这里呢是所有的摇滚宝宝呢是总共是6个，其他的摇滚宝宝呢是功能是有一点点的相似，可能他会唱的歌呢是不是一样的。不适合的呢是我们0到3岁的小朋友，这期给大家做一个拆箱的一个视频，看一下我们里面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玩具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玩具呢是非常可爱，非常的好玩，适合于我们的小朋友呢去给他收集起来。不是特别的大，也不是特别的小，因为它没有那么小的话呢就不能做成了我们的挂件。然后它的头发呢是紫色和蓝色，有一点点的硬，它有蓝色的眼睛，有黑色的皮肤，在它的皮肤上呢还有一些些的这种画，上面呢全都是我们的音符，非常的可爱，非常好玩。在下面呢我们可以给它装上它的电池，我们呢是需要3个电池再装在里面，但是呢它会附赠一个，同时它还带着一个太阳镜，蓝色的眼镜，我们可以把它的眼镜呢给它架了上面。在下面呢是有2个贴纸，你可以把它贴在它的脚上，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贴在我们桌子上，然后它就会跟着你的声音，跟着你的音乐去来跳舞啦。我们可以把它站在我们房间里的任何一个地方。在后面呢是有一个开关，在这个开关呢我们先把它打开看一下，然后我把它在这个肚子上呢给它按一下它这个声音，然后我们在这里拍手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，如果我在这里说话的话呢它也会转它的头发，如果我在说话那就转你的头发。有的时候呢它是会随着我说话的这个声音呢去进行头发的一个转动，然后也是非常可爱，非常好玩，适合于我们之前说的6岁以上的一个小朋友。当然了，如果是我们的稍微大点的小朋友呢想玩的话那都是没有问题。它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呢一直都会根据我们的声音去转动它的头发，它是模仿了一个我们摇滚宝宝的一个造型，然后它是一个摇滚的一个宝宝。在同样系列的这个宝宝里面呢它还会有我们电吉他宝宝。我自己呢是比较的满意这个娃娃，它对声音呢真的是非常的敏感，
说一点点的话的话呢，它声音特别小，它就会动它的头发，然后也是特别的好玩。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？喜欢的话呢，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赞，或者是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。如果你喜欢看我们视频的话呢，不要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。频道当中呢是有非常多的好看的节目呢是在等着大家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，希望大家呢能够看得开心，玩得愉快。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